一个电影，有点魔怔，不太正常。噗嗤一笑，喝完。当然是一部喜剧，但是这个喜剧呢，也跟平常你们看的好不一样的。一看也是花了钱了，哎呀呀的，蛮有挑战的，给劲的那种。丁云找一个，给讲的好。观众可能会一饱眼福了。老子还活着呢。这个今天如果你只能选一个电影，就要看这个。贺岁看喜剧，就看幺零零。贺岁喜剧，贺岁喜剧幺零零幺零零。贺岁喜剧电影幺零零将于12月29日正式上映。12月29日12月29号，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贺岁片都精彩。不见不散。